大家好，我是 Folio Hotel 后二三的主厨陈仁杰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烤菠菜肉丸，做法很简单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试做看看。菠菜本身比较涩口，所以说小朋友比较排斥，比较不喜欢。这一次我们就是把它切碎之后融入在绞肉里面，好降低它的菜味。我们的手法呈现是用烤的方式，然后吃起来也会比较健康，小朋友也会比较喜欢。